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，感慨到家人朋友之间无论再亲也是不需要无话不谈的，吵赢的话题得不到爱。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与老公汪小菲的家庭生活碰到了一些不愉快哦。大 S 在微博中写道，两个人政治立场不同，支持球队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教育方针不同，开车路线不同，喜爱的偶像不同，宗教信仰不同，口味不同，若有一方先开口，后者千万要转移话题呀，吵赢的话题也得不到爱呀。这一番感慨一出，立即引得大家伙议论纷纷，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赞同，也有人关心大 S 是否和老公吵架了，更有粉丝积极为大 S 出谋划策，排解烦忧。据了解，大 S 和老公汪小菲结婚已近两年，结婚后就宣布努力造人的大 S 减少了大部分的演艺工作，在家安心享受家庭生活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到现在两口子也没有传出喜讯。老公汪小菲前段时间更公开向大 S 喊话，希望赶快当爸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，难道大 S 这番得不到爱的言论就是因为压力过大在向老公表示不满吗？由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